这种他问我 key 第三个嘛，你还是第四个？他弹什么？就这边有写 A my 七，我是这样子。但是我可以先清唱没关系。然后其实我是很临时的想，突然想啊，今天想偷懒一下，赶快叫艾斯来帮我弹吉他。那这首歌其实是有一天我在帮朋友的家浇花，然后我就在想说，如果我今天是一根草，或是一朵花，哦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喝到水了。这个时候我最讨厌的是什么？然后我就边浇啊，然后边想，哦，原来是我最讨厌的是有人在我的头顶上撑伞，我就吸不到水，或是吸得比别人慢。所以这首歌叫做《别挡住我伞》。好，我你要打拍子哦。我要自己来。你要 B-box 哦。你知道那个草有点尴尬，没关系啊，因为艾斯他等一下应该就知道。你要先 B-box 才知道。我先自己进入一下情境。好，现在有卡车经过我的头顶，好难过。路旁小草，小猫却在旁找乐子跳跳。这不对劲。人心的顽固老鼠，吃了一夜黑夜兔，哈哈。好久没有这样笑，今天没下雨的地表，绿色植物吃不饱，连毛毛虫也吃不消，这种天气谁都吃不饱，小鱼看着你爸爸爸爸出来透气，准备带着公公飞鸟，劝说道，愿世界那么小，滴啦滴啦滴啦，哈哈哈哈，大雨大雨大雨，请你快快下。记得不要在我头上撑伞，我会生气哦。好，刚刚这首歌叫……艾斯等等，好，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？好，没有印象。好，你唱副歌看看。夹四格嘛，对不对？上面有写。哎，对对对。可是它指法不一样。好，这首歌叫《想要飞飞》。这首歌那时候我在写的时候，我是把我 有一阵子为了强迫自己创作，我就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，然后把灯关起来，然后特暗巨暗的那一种，然后我就拿着吉他在里面摸黑这样，然后我录音，然后我就写了这首，很渴望自由的感觉。然后歌词里面其实有写到一个，我那时候说我要去哪个星球睡觉，好像是木星吧？为什么我看不到？哦，对，木星。结果后来我朋友跟我说，你知道木星是什么星体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是觉得这样念起来还蛮顺的，而且好像木星很大颗。他就说不是，
木星其实是一个气体的星球，你没办法在上面睡觉，说啊没关系，这是一个想象。好，这首歌叫《想要飞飞》。好，那你加油啊！好，我跟出力。对，哎，好像是这样啊。在小小的宇宙，什么人都有，一颗一颗的头，想什么猜不透。有颗蓝色的星球，哪里感冒就会咳嗽，所有人都想你的双手，不管别人死活。从这边开始，火车快飞，快带我起飞，离开这世上复杂的小路，飞飞火车快飞，快带我起飞。今晚我决定要在木星上睡。为什么跟写的 key 完全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啊！你上面写 A， 我弹 C 耶。不是，我也很，我也对我突然间很热。
没有那个，那时候我就是看网路，然后这边想说那个指法是叫什么名字，啊，我就按，然后去看，啊，谁知道网路骗我？好，所以我完全不一样。哎呦，我不是故意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弹啊，可是我跟弹的不一样。好，然后。